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知名记者罗马洛本周参与节目的时候表示，泰亚高艾简达拿和利物浦都准备继续双方的合作。尽管有媒体宣称巴塞准备签回泰亚高艾简达拿，但罗马洛就指出，泰亚高艾简达拿从未考虑过离开利物浦。泰亞高艾簡達拿認為個人的未來只會在利物浦，他優先考慮的是持續穩定地為球隊作出貢獻，他很享受效力利物浦，享受在高普揮下踢球，而利物浦高層亦都持相同的看法。這個賽季至今，泰亞高艾簡達拿為利物浦出場33次，貢獻2球和3次助攻。好波唔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嘅赛事。